在国中真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打科科龙。泡泡龙吧，那打泡泡龙很好玩啊。打泡泡龙，打泡泡龙。会介绍男朋友最多可以顶替他五岁，所以你可以介绍跟五岁的在一起。状况非常特别，有追踪我 IG 的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我所有粉丝的讯息都会回。就在前几天吧，有一个国中生来密我说，可不可以对我做职业访谈，因为这是他们的暑假作业。我都觉得蛮有趣的，所以我要他答应我两个条件，我就帮他完成他的暑假作业。第一个就是要让我拍影片，但这不是最重要，重点是第二个，我就要找国中生漂亮女生，要怎么讲？小萝莉，小萝莉。好，我就要找小萝莉来一起，我就跟他一起拍。所以我跟你讲。这个人不简单啊，他隔天就说我找五个做吗？他就很拽样子，来我欢迎他们。对 ，OK， 那可以请你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怎么称呼吗？我说假话啦，你不是反话吗？要怎么称呼你？不知道。你随便啊，你可以用你的名字后面两个字啊。不是、啊，他刚讲了、啊，他叫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这你叫不知道。对 ，OK， 你叫不知道。看过去干嘛？我就问你啊。还是我们帮他取绰号，他叫艾迪达，因为他背了个艾迪达包包。那再过去，他叫麦克华斯基。为什么是麦克华斯基？因为他手机壳是麦克华斯基。OK， 好，可以 take 一下 ，take 一下这个吗？蓝色小精灵。从这边过去是不知道艾迪达、麦克华斯基、小蓝。蓝色小精灵。蓝色小精灵。对 ，API， 你有女朋友吗？有。你有喜欢女生吗？有。你是不是喜欢你旁边的那个女生？他已经有人了。他有人了，真假的？那还干嘛、啊？对啊，你们很凶哎、欸！你懂懂那个啊？真的是小屁孩，小屁孩就小屁孩。我其实蛮好奇，现在国中生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你们现在都是在玩智慧型手机吗？没事的。打泡泡龙，泡泡龙是啥小？泡泡龙吧。真的打泡泡龙很好玩啊！打泡泡龙好。你是泡泡龙对不对？打泡泡龙很好玩对吧？对。他刚刚说打泡泡龙很好玩对吧？所以我们是完全健康的一个对话对吗？对。打泡泡龙。然后他的绰号叫泡泡龙。对，我现在变泡泡龙。现在国中生会接受男朋友最多可以比自己差几岁？你刚刚比的吗？你刚刚比九吗？你刚比九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刚刚比九哪一个？这个说不入镜，这个吗？不入镜，你现在入镜啦、啊。九哦，哎、欸，我换算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现在14岁，所以往前算，所以你可以接受跟5岁的在一起。我算错方向了是吗？所以就到23，那我是已经，你没机会，我还有啊，因为我才18。啊，忘了，我才18。你18？对啊，哥哥。摄影大哥，你也长进啊。那我要换问麦克华斯基，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不知道。时代的你 OK 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忘了，我有问题吗？那蓝色小精灵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不知道。还在摸索当中吗？你先确定你喜欢的是男生对吧？我没有，我们是一个支持，就是各个性向的，对对对。所以你是喜欢男生的，对吧？对。确定这件事情？确定。对，那不然问他好了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当然就女生。是女生都可以，你这么不挑？要看情况啊。看什么？看长相？看感觉。看感觉。那你现在对谁最有感觉？都没有感觉。那么屌，就是他，就是哦，我对这些都没感觉啊，这些都只是我小妹找来的。没有。你现在功过怎么样？不会中错吧？不会啊。哦，好废哦。超废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国学生哎、欸。我在他这年纪的时候，我已经大概两只小过嘞。对啊，超优秀的。对嘛？真的很用功读书哎。棒。对啊，开玩笑的。没有啊，真的好好念书啊，没事不要惹事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会除法，我很后悔，我很后悔我在学校上没有好好学。我发现长大的时候其实还蛮好用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学校有没有所谓校草这种东西？毕业啦。毕业了，他长得真的很帅嘛？还是不是长帅？还好啊。哎，他说，你太帅了吧？还好吧？还好吧？哎、欸，那我蛮好奇的 ，API， 你喜欢女艺人是谁 ？YouTube 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网红、网美、艺人、歌手、演员都可以。我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很智障。没有，他刚刚歪掉，刚刚是要讲很智障，他怕透露他好色的本性。我明白。我国中的时候也是你这死样子。哎、欸，可是好，我想我其实有个最后，我其实心里放很久的问题。OK， 就你们这一票女生为什么会答应跟他来啊？没有，我跟他来。哦，他们都是跟他来。那你为什么答应他、啊？你有更好的选择吧？
我看，我来分析一下。他的意思是不是朋友？我来跟你分析一下这种情况。以前我们学校也很常见，他们一个班上长得有点漂亮女生，或者在学校里面有个比较漂亮女生，对，他收到都会有个这种小丑。小丑。因为不是，年轻的时候，我所谓的小丑。明天我说，就是会带给大家欢乐，然后找大家一起去玩一些很好玩的东西，搞笑的。对对对，反正这种人身边会很多异性朋友。当然我怎么以前没有？我以前搞笑的那个。你是长得很搞笑啊。因为他很嘴炮啊，他很嘴炮啊。韩国的小弟今天当小子弹啊，被他笑声跟我也是有点类似。正靠背啊。主要作业是题目是什么？职业访谈，职业访谈，所以谁都可以。啊，你们问 YouTube 了，要不然你惊讶，我真的会出来。你应该蛮惊讶的吧？我问很多人，很多人都没回我。一定很多人都不会回你哦。对啊，啊，我就是刚好是所有讯息都会看的那一个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来，你们看这里，看这里，这是些小萝莉刚刚喝过的水。爽！我现在已经跟小萝莉今天接吻了，人生成功。拜拜。警察先生，贾先生就是这个人，就这个人。